看这一题，他要你求出这两个式子的质量。我们看啊，一是四开平方是多少？一是四是十二的平方啊，所以开平方也要等于十二。那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哈是等于那个九的话是三的平方嘛，四是一是二十一的平方，所以这个是二十一分之三整个的平方，所以这个是二十一分之三。好，那可以约分，三一三，三七二十一，所以这是等于七分之一。